And he died, so I'm sad for that. Yeah, I think he won the German championship with Bayern Munich several times, and when he was the trainer of the German team in 1990, that he won the championship. I think that was a legacy. And then that he managed to bring the world championship to Germany in 2006, something like that. He was very good for the national Mannschaft equipment, and he brought proudness to it, and that Germany got football world World Cup. Yes, he was very important for it. It's very sad. I know they were very successful when he was the captain. The last 4 or 5 years, he suffered so much that he was persecuted from courts because of some bribery, so that they left him alone. You know, he deserved more support. 德国足坛名宿弗朗茨·贝肯鲍尔于当地时间1月7日去世，享年78岁。作为世界足坛传奇人物，贝肯鲍尔在球员时代带领当时的西德队赢得了1974年世界杯，更是在1974年至1976年帮助拜仁慕尼黑实现欧洲冠军杯3连冠。个人则于1972年和1976年两次荣膺欧洲足球先生。1990年他作为教练再次带领西德队赢得了世界杯，并且在他的带领下，德国成功赢得了2006年的世界杯的主办权。消息一出，拜仁慕尼黑球队马上发文悼念，并在社交媒体上将队标改成了黑白色。俱乐部主席海纳表示，贝肯鲍尔的去世让俱乐部感到巨大的悲伤，他在球场上展现了无与伦比的轻松、优雅和魔力。他对俱乐部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奖杯上，更体现在足球的魅力上。拜仁首席执行官德雷森则表示，拜仁和德国足球的历史离不开贝肯鲍尔，他将永远被记住，并且在他们的心中永远是德国足球的皇帝。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在社交媒体上称赞贝肯鲍尔是德国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之一。他说，对许多人来说呢，贝肯鲍尔是皇帝，也因为他跨越几代人一直激发着对德国足球的热情，他将被我们怀念。德新社指出，贝肯鲍尔近年来呢一直在与健康问题做斗争，包括心脏手术、眼疾和帕金森病，并伴有痴呆症。德国电视一台称他是德国足球历史上的第一位超级巨星，并随即播出了一条长达90分钟的贝肯鲍尔的纪录片。其他欧洲媒体也关注他去世的消息，英国《卫报》强调他是三位以球员和主教练身份赢得世界杯的男性球员之一。丹麦电视二台则指出，贝肯鲍尔是极少数发明了一种位置的球员之一，他是一位优雅的防守球员，也许是最优雅的之一。他发明了自由后卫的位置，一位位于后场的防守球员，在外表和比赛风格上，他是贵族化身的象征。